欢迎收看华尔街大师，我是李欣云。受到国际股市疲弱不振的影响之下，台北股市今天再次受到了拖累，最后呢在指数的部分大跌了105点，收在7788点，成交量能848亿元。好，展望未来又是全新的一个开始了，那到底后续投资人该如何操作，我们请专家告诉我们。仍然节目现场为你邀请到的是华信投顾曾飞是张大文，大文哥你好。幸运好，三里倒的没有，大家好。好，今天在指数的部分再破前低，那今天是星期一，全新的一周，投资人该如何操作？刺激啊！今天开盘再度破底啊，重挫大跌，最后收盘还是重挫百点。来，投资朋友回答我，今天你要怎么做吗？今天你要怎么做？我一再强调，获利的关键在什么？我像今天很多节目啊，盘后跟你分析了，外资今天啊怎样啦，啊又买超啦，卖超啦，讲东讲西的，事后分析的头头是道。很多节目都在花很多时间跟你谈，注意明天的关键价在哪里，明天多方关键价在哪里啊，千万千万千万不能跌破。明天空方关键价啊再多少啊，79XX，明天多方关键价啊77XX啊。每天跟你谈明天，每天跟你谈将来，你告诉我你有没有钱啊？那今天这个行情大跌重挫破底，那很多节目又在跟你吆喝，又在跟你吹嘘啊，大崩盘啦，大泡沫啦，黑天鹅什么都来，事实胜于雄辩啦。今天怎么做？今天大户筹码法人力道带着全国投资人怎么样再掌握到百点以上的行情？不管你重挫，不管你大跌，赚钱是我们的责任嘛，赚钱是我们的目的嘛，我们来不是当拉拉队的嘛？今天崩盘又怎样？今天破底又怎样？来，全国这边，我一直在强调大户筹码怎么样掌握到倍数的行情。我一直在强调指数倍数的行情，你要懂得掌握什么百点的转折嘛。你不要跟我说一做多上看万点啊，一做多要准备飞到天上，一放空又要天天幻想崩盘。今天要怎么赚钱啊？来，兄弟投资人，今天指数怎么赚钱？麻烦你回答我，今天指数一开盘跳空，今天大户筹码法人力道一早再度转空，7746转空，一早你要怎么操作？一早你要怎么操作？杀下来之后有没有看到法人力道怎么样由空开始翻多？今天我们大户筹码怎么样带着全国投资者下杀之后，7746下杀之后，空单要懂得回补反手翻多。全国投资者，你告诉我尾盘这一段多少点吗？那请你告诉我你今天在干什么。我不管你今天看多还看空啊，我不管你的老师又跟你讲了，今天哇多方关键价七多少啊，77XX哇怎样怎样，谈那个你今天怎么做？这是关键的。今天法人力道一早再度转空，来，兄弟们，大户筹码7746转空，一路空空空空杀，杀到7672，杀到7672，来，兄弟投资人自己亲眼见证的。9:26，我们在干什么？大户筹码7746转空，下跌7680附近，麻烦全国投资人下招之后空单要懂得什么？要懂得回补。9:26，你恐怕还没睡醒哦，啊，9:26上下之后空单要懂得回补。所以我说为什么你要拥有大户筹码，要拥有法人力道，它可以让你事先研判法人力道的多空变化嘛。所以为什么今天7746转空杀到7672，空单要必须要懂得回补。然后呢，不仅懂得回补啊，9:43，全国投资人今天9:40多分你在干什么？台指下杀7700附近，反手买多。到了9:45，台指还在多少？7690。你告诉我买不买得到？
9:43，7700下杀7700附近，赶快翻多。到了9:45，还在7690，为什么？为什么空单要懂得回补？为什么要反手翻多？来，导播照一下我们后面电脑，啊，照电脑你会更清楚。今天一早，对不对？反而力道整个转空，唰啊一路杀啊，没有错啊。但杀下来之后，有没有看到跌破7700之后，空单为什么要懂得回补？这个地方法人力道已经怎么样？由空向上，甚至翻多。所以今天为什么跌下来之后，空单要懂得回补？啊，到我这里，对不对？空单要懂得回补，甚至要懂得反手，哎，做多，对不对？好多新进会员啊，一早，对不对？空单回补，他正好在这个啊，我可以接受，对不对？啊，那我也讲了，法人力道开始怎么样，由空缩脚了。那再来到了9:43，今天很多新参加的投资人吓坏了，陈老师啊，你这个崩盘嘞，破底，你怎么下杀7700可以做多呢？啊，这大跌，陈老师啊，对不对？跌到这是崩盘破底，你怎么可以做多呢？哎。我说法人力道怎么样？已经怎样？由空翻多。那为什么要做多呢？很简单。我考考大家，为什么要做多？星云为什么今天下杀7700？早上9:40，哎，风声鹤唳。很多人到收盘还认为今天台股是崩盘，没有错，这我都不去否认，是崩盘的，是破底啊。但今天为什么下杀7700要翻多？为什么？法人力道缩脚翻多，麻烦全国投资人，今天7700请你翻多，你先第一告诉我买不买得到嘛？9:43讲的嘛，到9:45还在7690嘛，对不对？还在7700之下嘛，那今天下杀7700翻多，全国投资人，麻烦你告诉我，到了尾盘拉到多少？7793，星云啊，这多少点啊？93。是不是快百点了？是不是将近到百点的转折？我一再强调，指数我们操作目的是什么？啊，全国投资人，你操作指数在干什么？很多人操作指数，我说穿了，在赌多赌空，你在赌博嘛？那中国人讲得很清楚，十赌怎样？十赌九垮嘛，对不对？我们操作目的不是在赌啊，我操作目的在掌握什么？掌握百点的转折嘛，所以今天早上下杀破底，在你们的眼里世界末日，在你的老师的眼里又要大崩盘了，又要黑天鹅了，但再度下杀破底，今天这个转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拥有大户筹码，为什么要拥有法人力道的道理嘛。来，再回答我，为什么一定要，对不对？你要操作的成功，操作顺利，为什么要去下载大户筹码？为什么要拥有大户筹码？为什么要拥有法人力道这样的操盘工具？因为它才可以真正及时的帮你掌握到盘中法人大户筹码的变化嘛。这个才是我们要的东西，要的精髓嘛。不是每天来事后看盘，都收完盘了，对不对？都已经木已成舟了，每天事后收完盘了，来看你电视在那边，注意啊啊，明天多方关键价七叉叉叉叉叉，空方关键价啊八叉叉叉叉叉叉，一大堆叉叉，你一辈子都没有钱了。只有唯一盘中能够帮你及时 ，just in time， 对不对？今天一早7746转空继续杀，没有错，杀了70多点。但是打下来了，大法人力道是不是缩脚再度翻多？空单是不是要回补？你如果今天打下来，空单你不回补，哪怕你早上也空在7740，好像很漂亮，跌下来你很得意破底，你空单不补，全国投资怎么样？尾盘嘎到7793，你反而赔钱了，你懂不懂？懂不懂？你今天早上不管空在哪里，到收盘你都赔钱了。所以我们今天操作的目的是。保持，对不对？持盈保泰，你不要赚了变赔了，那怎么划得来？那所以要及时的掌握到盘中大户筹码每一个变化嘛。
那你今天没有法人力道，你打下来光是这个地方，光是这里，你懂得空单要回补吗？你懂，甚至七千七还反手翻多，你敢做多吗？穷多多，好好看看今天大户筹码这两个讯息，你告诉我价值多少？早上9:26，7746转空，下跌7680，空单要回补哎，叮咛你要回补哎。你说这个价值多少？你如果不补，到了尾盘哇，空单本来赚钱，到最后尾盘哇赔钱，对不对？不是一脸豆花啊！所以今天你光看看法人力道，光是根据法人力道的这样的一个由空转多的一个变化，光是9:26空单，对不对？跌到7680，要懂得回补。你不懂得回补，嘎100点。那不仅回补，既然空方力道缩脚甚至翻多，所以9:43还下杀7700，还反手做多。邱投资，你光告诉我这两通讯息价值多少，是不是？是不是价值多少？在这回补是不是先掌握到70点的行情，对不对？再翻多是不是掌握到90多点？今天这两通讯息价值多少？是不是100多点的行情？那你今天做的对吗？你今天没有法人力道，今天多空我讲白了，你都在猜嘛。你早上跌了就拼命想放空，一放空哇，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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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嘎到最后灰头土脸，对不对？今天早上要怎么做？打下来空单要怎么做？空单回补之后，甚至要怎么样个翻多？要怎么样根据法人力道这样的一个变化去操作？所以我们一再一再苦口婆心。事情要做得好，对不对？星云，事情要做得顺利，要有什么方法？要好的，对，好的方法，还要好的什么工具嘛？对，100分嘛，对不对？来，帕博阿姐来，对不对？谢谢。就像阿内嘛，好的方法，好的工具。那我问你，你的工具是什么？你的工具，很多人做指数，你的工具讲白了就两个眼睛嘛，乱猜一通嘛，是不是？那很多节目事后对不对？跟你分析明天的关键价，这，明天呢？明天今天早就来回都结束了嘛，对不对？今天两趟160点都已经 over 了，你跟我谈明天干什么？今天这160点你都掌握不到，你还跟我谈明天干什么？那不是缘木求鱼吗？所以我没再强调，人的成功，脚踏实地。所以佛家以前刚接触佛法，我听不太懂。佛家一再强调是什么？很多人算命喜欢算未来。佛家讲未来是很无聊的事情，对，来我帮你，我也可以帮你算命啊。哎，注意啊，5年后你会走好运，会发啊。但是你要特别注意啊，明年不能碰到小人。这讲的跟没讲一样嘛。所以佛法强调当下，当下怎么做，对不对？这个，大家看这一路以来指数怎么操作，是不是？我们就一再强调当下怎么做嘛。你当下都做不好，每天跟我谈明天什么多方关键价是多少，空方关键价是多少，你天天讲明天的人，永远我跟你讲没有什么好的这个成果嘛，对不对？我一再强调大户筹码，对不对？我们独创的不论法人力道当日冲。全国投资者怎么样掌握到白点的转折，自己看看嘛。所以为什么你要拥有大户筹码？你要想办法去下载大户筹码，对吧？现在下载，坦白讲，对吧？在网络下载是 free charge， 对，不要费用的。但你要想尽办法，要掌握到这样的工具嘛。盘中及时掌握，这重点啊。封关前，对不对？哎，封关前要过年嘞，谁告诉你要崩盘？啊，每个人都告诉你元月行情。你看看法人力道封关前来导播拉近一点，12月28号哎，8369就是空嘛，对不对？我管你怎么样，到底封关后又怎样，新春之后又怎样，你封关前要怎么做？8369告诉你空，这就白点哎，反弹8295告诉你还是空，反弹8276还是空嘛，封关前法人的力道就已经一再一再的空嘛，对不对？再来新春开盘1月4号最精彩。1月4号当天9:14，你看看大户筹码8284转空啊，
向下避险操作。哎，中国人过年都要讨个吉利，9:14大户筹码，二话不说，这空也不是我讲的，为什么？来导播，一开盘1月4号9:14，大户筹码8284就是空嘛，那怎么办？法人力道一路空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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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这一杀就是200多点呢。新春第一炮送你200多点，但是一早你有没有得到这样的讯息？还是每天收完盘又看你老师电视上要讲什么了？啊，明天啊，多方关键价啊，7……啊，8……讲的干什么？开盘怎么做？1月4号一开盘，对不对？8284空240点，打下来反弹哦。上来8087告诉你还是空，对不对？甚至1月6号8048还在空，那怎么办？法人力道再转空，又杀你100多点，打下来，哎，告诉你会反弹哦，这也弹了快百点哦。你不要看啊，弹上来以后有没有？弹上来1月7号早盘797再空，有没有？弹上来是不是快百点？弹到7997之后，7971月7号开盘再空，有没有？9:20，797再转空，啪，又200多点。你只要跟着法人力道，对不对？当个乖宝宝嘛，多空不是用猜的嘛，打下来又200多点，哎，反弹哦，有没有？法人力道开始缩脚反弹了，你不要小看这反弹哦，对不对？797空下来200多点，有没有？9:20797空下来是不是200多点？但打下来以后有没有？告诉你7750附近，哎，缩脚反弹，有没有？是不是到11:57，对不对？过了3个钟头，2个多钟头，哎，法人力道低档转多了，7750反手翻多，到了12点多还在7749，为什么？空方力道缩脚反弹，你说这个钱你要不要赚？啊，你知道这反弹多少点？全国投资没有，啪，130点了。所以光上礼拜。1月7号797的空240点，7750告诉你缩脚翻多130点，这一来一回你告诉我多少点？星云，你知道这样多少点吗？快要400点呢。做指数多少赚一倍你晓得吗？星云，你知道多少赚一倍？400点就一倍啊，一口保证金8万嘛，400点不就8万？光是上礼拜四礼拜五两趟快要400点了，你看到没有？所以有空也有多，懂不懂？不需要去赌行情，你跟紧法人力道的脚步，797转空，一路向下向下向下，啪，240点，打下来缩脚翻多，哎，向上操作130点。那上礼拜弹上来了，有没有看到没有？是不是多方力道又开始即将转弱？所以有没有？对不对？这个上礼拜五有没有？有没有？7750的多单趁大涨7880附近逢高获利嘛，逢高获利嘛，今天一早啪是不是杀下来？一早二话不说、啊、对不对？7746告诉你空啊，还在空啊，哎，崩了，崩下来破底哦，破底又怎样？破底空方力道缩脚了嘛，我管你怎么破底啊，对不对？缩脚了，所以空单到7680要回补，不仅回补还要在7700附近翻手翻多。你说张老师你为什么翻多？哎，我一翻多我不是说又上看9000万点啊，因为翻多又会有百点的行情，到了尾盘翻多有没有一路多多多多多多多到了7793，是不是这一个翻多又快要百点送给你了？不是很开心吗？跟紧法人的力道脚步，你怎么会犯错呢？对不对？自己盲目的每天在猜，对不对？每天猜明天多方关键价，每天猜明天空方关键价，讲了半天都是用猜的了。今天怎么做？今天你的软体打开看看，啊，懂得一早7746还在空吗？打下来懂得空单回补要翻多吗？今天你的软体能够掌握到这两趟160点的行情吗？掌握不到都是没有用了，对不对？你不要一早打下来，这里低档拼命空，空完尾盘又被嘎100点，那你今天干什么？有空也有多，大丈夫，什么是大丈夫啊？有伸也有屈嘛，能伸能屈，大丈夫嘛。指数的操作要懂得空，也要懂得回补，也要懂得多，
你不要满脑袋就是空，满脑袋就是多，对不对？每天都硬邦邦的硬干，那绝对，对不对？绝对要出人命的啊！有空有多，有深有虚，大丈夫嘛，是不是？法人力道就是这样嘛，该空就向下破底，该翻多空单要回补翻多，是尾盘又帮你掌握到白点的行情，对不对？不就很开心吗？哦，那股票操作我们讲过大波段的行情嘛，对不对？你看法人力道从去年390联发科转空，260还在空，杀到破底，对不对？你看大力光3500空，2300还在空，杀得很惨啊，对不对？那 TPK 是从200甚至反弹97还是空，你杀到60几。哎，但兄弟，上礼拜我们节目中公开送给大家的星象啊，你不要说没有啊，上礼拜送给大家星象，告诉你游戏概念股，对不对？营收创4年新高，告诉你从60多块、80块，法人力道一路转多。上礼拜节目中送给你，你说张老师今天崩盘破底跌百点，来全国投资人，你告诉我今天星象这个叫什么吗？星云这个叫什么？啊，这个叫什么？又要攻涨停了，还在怎样？还创新高哎，那又怎样？对不对？那再来上礼拜送给大家上力有没有？告诉你从11块、12块还在多，有没有？法人力道还在多，大户筹码还在进货，对不对？法人力道上力是做半导体，对吧？主要以日本的厂商代理半导体。上礼拜送给你的上力，哎，今天台股崩盘破底，全国投资人，上力今天这是什么？所以做股票你不要怕嘛，对不对？大户筹码还在多的星象今天攻涨停，大户筹码还在多的上力今天也攻涨停，是不是？那金电也是要从20多块翻多，今天还创新高哦，好不好？那为什么要拥有大户筹码？好不好？它可以及时帮你掌握盘中大户的多空的变化嘛？啊、哦，那心存福袋，对不对？这个物超所值，欢迎大家啊、哦、跟上脚步。那我们先休息进广告，马上回来。华信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华信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专业、诚信、负责，致富专线02-2392-3988。欧桑啊，你落车脚手嘛较紧嘞，我的骨质疏松、钙质流失、骨头酸软、脚手无力啊，嘿，唔较简单。吃大胸丸就好啊！但这款年纪吼，顾身体就是在顾家伙。你讲吃啥货？红心大药丸啊！吃大胸丸就对啊啦。羊毛出在羊身上，袂算啦，贪污啊，一体两面，那要爱幸福，咱就检举贿选，人人有责哦。目睭酸，流目油，看袂清，看袂明。红紫明目丸效果好，目睭才会看个清清清。顺中药红紫明目丸上好。华信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华信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专业、诚信、负责，致富专线02-2392-3988。香蕉的花蕊可以让男性保健事半功倍，添加多种营养精华，男性活力保健首选，更荣获瑞士八名奖金牌肯定，健康生活自在无忧，快搜寻香蕉雄蕊。您在沙漠健走过吗？露过营吗？ Lamigo 为您安排的新疆健走露营行程，吃好住好无购物，外加千万保险，让您安心尽兴有尊严。 Like here Lamigo。揭露史上最大金融风暴真相，四个狂人赌上一切，也要与银行对抗。Because this is an opportunity. This is Wall Street. You offer money, we are going to take it. Morons. 1月15日，大卖空。您在沙漠健走过吗？露过营吗 ？Lamigo 为您安排的新疆健走露营行程，吃好、住好无购物，外加千万保险，让您安心尽兴有尊严。Like here, Lamigo。
说今天指数大跌超过百点，不过还是有个股非常的强势，后续怎么操作，大王哥？不管多与空啊，我们操作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嘛。那法人力道要掌握多与空嘛。上礼拜797，法人力道转空，大跌200多点；7750，法人力道转多，大涨130点。这来回两趟快要400点的行情。今天一样，一早7746，大法人力道转空，下杀70多点，破底没有错。接下来法人力道怎么样？由空翻多，7770进场反手做多。尾盘又涨了快百点，两趟又是100多点嘛，好不好？那股票对不对？今天7777反手再买多，又是快百点。那股票上礼拜送给大家新项，对不对？法人力道转多，大户在进货嘛。哎，今天崩盘，哎，对，没错，新项全国投资人，你告诉我这是什么？上礼拜送给大家上利，对不对？法人进货嘛，对不对？大户筹码进货转多啊，今天上利。美股重挫，台股大跌，哎，还在大涨啊，又快要涨停板了，是不是？啊，那今天这张股票也要特别注意，净值50多块，股价现在腰斩啊，净值这个本益净值跟股价比不到0.5% 啊，好吧？那营收也开始回升啊，法人力道转多，好，所以为什么要拥有这样的专业工具？为什么要拥有大户筹码？为什么要下载大户筹码？它可以真正及时帮你掌握盘中法人的变化，这才重要嘛，好不好？现在下载啊，不需要费用，好不好？不需要费用。那再来，新春福袋，物超所值，操盘软体加全新的笔电，及时的通知，让你一次满足带回家。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与你再会，拜拜。